点宝宝水中滑倒哭哭，被哥刘子全笑狂记仇。好吃耶！确实好吃，有没有蛋黄？两岁的点点宝宝和放暑假的哥哥刘子全共度甜蜜的兄妹时光，吃饱喝足，接着去游泳运动一下。好不好？好恐怖呀！怎么啦？加油，宝宝，我们到水里面去捡东西哦，不错。好喝，哪个？怎么样？哇，那个笑，亲爱的，再两下，哦耶，很棒哦，换你了。来，换你，你自己来。像以前的揉眼睛嘛，自己来了，换你了。那你要帮我倒吗？你帮我倒。小燕，请你喝果汁。对，是。哇哇哇！甜甜，你今天要去哪里？滑倒，很傻倒。没事，他不小心滑倒。爸爸，你没事哎。爸爸喝果汁。他哥哥又玩的玩的玩。没事。米饭，爸爸你好棒。你很棒啊，你很棒。那你要？妈妈打算一起两个的意思。走，不要啦，你要怎么怪找我啦？好棒啊，阿爸！哇，以后你就帮哥哥吹头发好不好？我上去啊，你上去，对，他现在什么？我上去，他就要自己上去，他会重来一次哦，好，你自己。我上去，好，你自己上去，自己上去。他现在很夸张，什么都要自己。好好，不碰，好，自己下来。哦，什么都要自己。哦、哥哥不要了。好，哥哥不要啦。哎、欸，太好玩了。妈妈，下来吗？哥哥不要了。不玩。哥哥为什么不要？要妈妈。妈妈不要。他保姆在训，被拒绝。对啊，这保姆真的。他居然叫我不要来。对啊，被拒绝。